啥的。嘿嘿，对嘛？对对对对，会了会了，好好好，不要急不要急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叫有人开门？先后退，先后退，那个地方会卡到那个，你玩的吧？哇，太痛了！难了吧？这个他妈太难了吧！等一下，想一下。啊！感觉难到不行。干，还是因为我身材没弄好，所以才会这么弱啊。这样你不可能打得过我了吧？这样应该不可能打得过我了吧？你妈的，感觉就像混帮派，不可能！我已经把自己弄现在弄得很强了。重点是这个游戏的攻击他妈也太难了。你看，跟假王子我。告诉我他妈这怎么打？我根本没有，我根本没办法反击啊！我知道可以架开，像这样子，他挥，然后我可以架开。可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攻击他？你啊嘞，这到底要怎么玩啊？干喝水喝水，就先去找武器比较实际。至少我们已经从一开始出发的地方越来越快的走出去了，这也算是一种进步。他挥刀动作干，很我不会讲哎、欸。你们刚有看到刚那挥刀的动作吗？没那么简单呢。啊，我先练习一下。等一下他如果攻击我的时候，我就要先往右边甩，然后把这个这样甩，然后把他那个武器弹开，嗯，这样甩，用盾牌把武器弹开，然后从这边这样挥过来，然后把武器弹开，这样挥过来，武器弹开。啊啊，练习完毕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这样应该没问题吧？然后一个螃蟹步前前后后，哇！你这个走路方式，我真的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你。好，靠近墙壁，从这边这样挥它，好，挥它，好，挥，来一练习一下挥，对，挥起来，好。这边有两瓶水，都不知道水里面能干嘛。哎，干，有人来了！啊，注意啦！这不是要死吗？不能拿！等下别急哦。等下，这武器好像很短。等下，挥，防御，挥，这回，
撤回好。掉边，顶，好好挡住了，挡住了，好好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去亮一点的地方，然后把那个战斗打开，挡，挥，挡挡挡，好挥，好好挡，挥，哎呀哥，挡好，来来，不要急，挡住挡住。绕着他打，你娘的，到底是怎样啊？他都不会痛啊！缠斗，呀！爽的，干你你再来啊！啊，你有很强吗？啊，干他妈给你翻面，垃圾！把血回起来，可不可以喝个水什么的？到底是干嘛的啦？怎么用？干，我已经现在我已经能打了哦。我现在已经进步非常多了。右边有斧头，哪边？你啊，你跑这么快要哎呦，砍到我的腿了啦。我还没站起来，等一下。他妈的，那让我直接死不就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有盾，我刚刚有盾发挥的真的比较好。我们先从拿盾开始，刚刚换了双周武器没打好，真的要练习一下。干那个他那个战斗方式真的是有点太难了。会越玩越好，越玩越好，来。黑成这样都玩鸡巴啦！好，等一下，先练一下这个长的武器要怎么挥。来，好，从后面偷袭他，慢慢的靠上去，慢慢靠上去，不要急。你啊！等一下，好，防御住。我没防住，好，他那边卡住了，干你娘，你死定了吧！哎，等一下，推一点，叫你妈乱挥，打头，哎呀，完蛋！
好，帮助。哇，干太激烈。好，让他们互砍。我靠！他快把他砍死了吧！撞倒你娘嘞！干你娘！推他，推他，推你！趁现在！哇、哦！干你娘，真的好难哦！